正古庙游神的典故是来自于庆丰收。华人的聚集点都在这边了，所以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都大家都是以古庙精神来协商的话，都很容易解决。所以这个是已经真正的是达到国家文化遗产的一个节日。我们不能够一成不变，当你整个节目项目在一成不变的时候，年轻人也没有什么会来参与。华人社会五个方言籍贯民俗文化的一个大汇演，反正是新山市区以外的人回到这个地方来一起参与的这个游神。